好了，我们这百里守约，五秒到达战场，刚才满到了，对，我们现在来出发了。全军出击，我拿 buff。好，你拿 buff， 那我走上路好了。没人走下路，全部走中路了，是怎样啊？遵守约定。我三个走中路哎。这只新角色准备篝火旁的晚餐，好好庆祝又火过。他要讲话了，要讲什么？这干嘛？哦，可以拉好远哦，可以拉那么远哦。但是他不能移动，他只能这样子。哦，那这样他其实归草丛就好了嘛，一次可以射三发嘛，对不对？没有想保护的人，枪就成了无用的玩具。哦。我看他这个是干嘛用的？是视野是做什么的？看看，我把他放家敌人家门口。路过草丛的熟人，以子弹礼貌招呼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哦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一次可以射三发，如果没有瞄准再射，他可能会偏呢。就不是很及时。如果你想要秒杀敌人的话，你可能准备好你的枪支再发射。有人过来，我先躲草丛一下。我先跑走。这个是谁？吕布吗？哦，600滴血。奋力逃吧！哦，他过来，他在草丛那边哦，看到你。他的普攻其实还 OK 啦。没有想保护的人，枪就成了无用的玩具。他躲在草丛里面。击穿盲点。关于取下敌人性命这件事，也从不失约。我中了，逃吧！大家没死。路过草丛的熟人是干嘛的？子弹。哦，还往后射击啦。哦，但没死，哈哈，好酷哦！我打塔，打塔。关于取下敌人性命这件事，也从不失约。奋力逃吧！路过草丛的熟人。以子弹礼貌招呼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OK， 第一个塔爆，我们下路中路支援一下好了。一堆人在中路厮杀。无论何时何地，都会遵守约定。Double kill. 击穿盲点。有中吗？ Triple kill. 哦，被抢走了。这个人等复活。哎呀！奋力逃吧！哦，我抢到一颗头。他应该等复活吧？跑来跑去的。没有想保护的人，枪就成了无用的玩具。补血一下。哦，他很适合躲在后面偷射暗线的感觉。庆祝又活过一天。他子弹会哦，他是会回复的吗？怎样？奋力逃吧！路过草丛的熟人，以子弹礼貌招呼。
奋力逃吧。哦，哈哈，太好玩了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反正其实还蛮好玩。约定。啊！助攻啊！助攻啊！真是的。准备篝火盟的晚餐，庆祝又活过一天。请求集合。集团之点。没有想保护的人，枪就成了无用的玩具。哦，抢到，爽！发现新角色都有一些新的招式。我先远离一下，前面在厮杀，没有。啊，轻点，拉轻点，走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按错了，按错了。准备篝火盟的晚餐，一次一格血。我在讲什么？他们在打哪一只怪物啊？没有想保护的人，枪就成了无用的玩具。好像瞄不到。我这半径很大耶。无论何时何地，都会遵守约定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killing spree. 等他过来哦。这敌人在哪里啊？准备篝火盟的晚餐，庆祝又活过一次。啊，这打不到啊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没有想保护的人，枪就成了无用的玩具。中了。关于取下敌人性命这件事，他应该是要把人家秒杀才用那么招式吧？我觉得。收获草丛的熟人，以子弹。哎呀，被抢走了。真是的，啊！他要复活了，他要复活了，远离一下，远离一下。Shut down。击穿盲点，准备篝火盟的晚餐，庆祝又活过一天。哦，没中。奋力逃吧！奋力逃吧！没有想保护的人。跟在我屁股后面哦！哎呦，有点危险，我先找地方躲一下。准备篝火盟的晚餐，庆祝又活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攻击敌方，吕布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无论何时何地，
都会遵守规则。爽，直接爆头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.准备篝火旁的晚餐，还要复活了，庆祝又复活一天。嘿，击穿盲点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奋力逃吧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准备这招其实没什么用处，我觉得。那应该不是地雷干嘛的？中间，先把它干掉。路过草丛的熟人，忙招呼。这只到底是做什么的、看不出它有什么特殊的功能。没有想保护的人，枪就成了无用的玩具。你自己闯进来，路过草丛的熟人，提子弹，礼貌招呼。这么快要投降了？五连胜哦，真假的啊！这个 MVP 不是我啦，不过至少有杀到五个人，而且没有死掉一次。OK， 我们回到大厅啦。哦，好多宝石哦，这是碎片跟金币啊。这活动有什么？使用百里守约击杀英雄五次啊，领取啊。这个碎片可以换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改天再研究好了。我们这集先到这边啦。这个百里守约呢，还在研究一下好了，因为它有一个侦测的功能啊。那个我不确定到底是可以多出什么样的东西，目前看不太出来。好吧，先到这边了，下次再见喽。